2018年2月12日，迪丽热巴墨镜口罩遮面现身首都机场，这是热巴在宣布退出跑男后首次现身。她双手抱胸，低头疾走，大衣颜色好似孔雀。2月11日，奔跑吧兄弟官微宣布迪丽热巴将退出新一季跑男的录制。接着，迪丽热巴也转发微博表示遗憾，并承诺还会继续为我们 Family 打 call。随后，邓超发文称：“小迪，要是别忘了放在冰箱里，记得热着吃。我们出去转转，一会儿就回来。”暖心的超哥。2月11日，奔跑吧兄弟官微宣布迪丽热巴将退出新一季跑男的录制。迪丽热巴给节目观众录制的再见的视频，节目组特意给迪丽热巴做了纪念册，里面记录了迪丽热巴在节目里面的点点滴滴，动情之处不禁让热巴热泪盈眶。随后，迪丽热巴转发微博表示，由于档期冲突，无法和大家一起继续奔跑。Angelababy 随后转发表示：“小迪，我们不说再见，永远欢迎你回家 ，We are family。”